开始了没有？这个开始了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坡主奶子。大家好，我是峰峰。大家好，我是蛋蛋。大家好，我是蛋蛋。那我爸说蛋蛋的忧伤。来，杨妹给你喝喝口。够了，今天最后要一天加快速度，把这里全部给它干掉，然后这个三个小时，五点钟可以收工了。好，五点钟，我爸说五点钟可以收工，三个小时把它搞平。对的，五点钟。晚上你那里挂两道你都七个点了。晚上蛋蛋这就不忧伤了，蛋蛋开主要的，我们就辅助他。给爸爸开瓶红牛。哎，他不喝这么乖，我不爱喝红牛。现在怎么鸡蛋呀？我讲了半天，我才想明白，他刚才说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哎，我悟了半天，我感觉怎么不对劲呢？被坑了，被坑了！猪娘的畜生！我摸个猪娘的畜生！正在录视频，文明。还在录啊？啊！哎，那搞干净了。文明点哈。不要搬那种贼牛掰的人。什么？我说，他说要拍就拍那种正能量的人，那种负能量的不要拍。哦，对。正哥加油！正哥加油！正哥加油！哄嗨哄嗨！哄嗨！你是红海还是韩海？红海，红海，红海呀！谁在啊？哎呀，是不是小表弟？对不对？刚的刚不刚？刚啊，刚的得。你个老头！走开，走开，别搞了。你帮你提把奖章我。老头忘职务了。嗯。改行了。改行了不？老头现在改行了。三妹。来给个特写好不好？让我们装下幺三了，行不行？装下 A。没事，今天没有太阳。三妹告诉峰哥要留排水沟。有，有排水沟了，下面有排水沟。有排水沟啊！谢谢面筋哥。哎呦，风调雨顺。打小一点啦。三月里的小雨，淅沥沥沥沥沥，淅沥沥沥下个铺丁。现在七月了，风贼，要下大雨喽，怎么搞哦？你看这天气喽。哦。快点搞呀，下大雨了，等你把这堆沙浆搞完了，下大雨就不怕了。啊，那边那条已经垒起来了，就差这边了。这上搞不差不多七八了，这边这里还有这么多沙浆啊！来，哇，放，哇，帽子大姨还在赶工，脚后割了一个小口子，做到一半又下雨了，哎，这天气。这两个骚货，你看这两个骚货。大伯，辛苦了。你看我好像学会砌砖了哦，砌出来了，会了。你是吧？就是砌出来的，像炒饭那样也是哦。哪里会搬砖啊？都是砌出来的，没办法。昨天问炒饭会砌不？不会，没办法。搬水了。逼着老夫上阵。不要那么水啊！千万不要那么多水啊！那水等下又那个稀稀的，那个水不要，就要一点点的。一点点。谁愿意跟你干啊？人家都说你忘恩负义，我愿意跟你干那么多啊！你讲这话不好听的，我记不清了吗？拿起来了，装，我该不想干的我就不干，我就不干。我还锤吧，该各跟我锤吧。我先把这里收。嗯，这样。我要锤两个，先把这里铺了再说吧，你要锤，反正你要锤。铺了再说，看怎么锤。
就那么好吃，看一下怎么锤，看一下怎么锤。做完做，我想让你们一人发表一句感言。谢谢西瓜 TV， 感谢今日头条 TV， 感谢官方大人，嗯，给我们一个表现搬砖的机会，主要是我们表现搬砖有人看的机会，是吧？嗯，这里就锤不了了，我可能就加一点什么东西在里面了。一样的，一样的嘛，一样的是吧？来来来，来倒啊，可以跟我锤吗？好。啊，这 PPTV， 我看一下，要中央酱，中央酱台你们记得了。哎，这个要锤多少？也差不多。一样的。对。要锤两个。现在能这样吃苦的年轻人很多啊，到处都是，满大街随便找。对。这个直接赶去酱台的吧？他说今天好天呐、啊。哎，完美缝合，完美合缝，看到没有？嗯。完美合缝，把这边移一点点。谢谢。完美合缝，这是中央酱台了，这个真的。我吹，三十六块，我吹。来姜，来姜，那是因为那有一层没摇了。我那个台那层没摇，那是三十个的。对对对，一层没摇，那三十个的很。没错。好，打面，打面收工。啊，十分钟搞定。是吧？等一下，我手被咬的不行了，这个等咬的我手跟脚不行了，我脚被咬的咬坏掉了。冲一下，你看到没有？这都看到没有？都皮都破了，最后了，快点快点，最后的收工了，快坚持坚持十分钟。好，我这边小表烤箱去了，不要搞定了。我们的唐组长呢，终于有一个圆满的成功结束了。组长，鞭炮响起来，慢了，可以帮弟讲，可以帮弟讲，快好，快的，不用接不用接，哎，还不用，张总是吧？哪里多也多不了，哪里多了两三桶。是啊，那好，最标准的啦，少至少一桶都不好。你少一桶都不好。把这个面铺一下，现在这里剩下的这些铺过去，收工喽！吼吼，一层、两层、三层、四层、五层、六层、七层，七层。好，今天中收工了，大吉大利收大工，这个围墙再也不用担心了，这一回。多层保护，辛苦大家了。来，我们现在做收尾工作。一，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Hello U2B 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农人 DJ 峰峰，谢谢你们喜爱我的视频，请持续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会给大家分享更多有关于农村原生态有趣的生活视频，感谢大家的订阅，请在我的视频下方给我留言，祝大家生活愉快。